好多人都好關心香港未來會點喎。好關心香港未來，任何時間都有人關心㗎啦，嘛？啊！不如而家多啲人關心啦。而家你差唔多，你一出世就好多嘢關心㗎啦。有關心入唔入到學校，有讀完書有關心揾唔揾到嘢做，係咪？咁而家就話嗰個焦點咧就集中咗，就話個香港咧就回歸咗25年啦，應該50年不變，我有25年。但我如果個人嚟講咧，既然間你問到話香港未來點點咧，我由97年前已經係講過噶啦。你嗰個一國兩制咧，喺共產黨嘅嗰個文化咧，係落實唔到噶嘛。你再加上嗰啲咁嘅董建華啊、梁愛詩之流一上場，就破壞個法治啦。佢點樣俾你可以俾你個司法獨立分權啫？啱唔啱啊？因為佢嗰個即係話嗰個牌章咧，佢哋唔玩慣呢個遊戲噶嘛，所以嗰時我早係批咗噶。只不過話你香港咧有個利用價值，咁啊去到而家20幾年都未先至話開始正式恢復翻係一個共產黨全面管治嘅社會，咁已經香港人著數咗噶。係啊。佢哋身在福中不知福啫。你睇下上海嗰時解放，一兩年之間就全部收歸國有啦。你去喺嗰啲咁嘅制度之下咧，你只可以係生存，做順民，冇咗是非黑白，你唔可以有判斷能力。冇話你哋啲普通老百姓啦，做到個政治局常委咁大權啦，嗰啲省委。幾個大省直轄市，佢敢講自己講嘅嘢咩？佢由頭到尾嗰個制度係畸形噶嘛？因為佢哋一路由毛澤東落嚟咧，係信奉個槍光子出政權噶嘛，個政黨啊，係咪？唔理任何黑白是非曲直。道德乜嘢佢都唔需要理，我最緊要有槍光自己手，就係佢嘅權力來源。你普通人簡直係冇得話去反抗鬥爭，佢呢個高度集權嘅獨裁政權。只不過話，如果你聰明啲嘅，又入黨，又唔理佢政治，逆來順受，咁但你都要有人事背景，先至可以叫做舒服啲咯。所以佢哋唯有咧係爭個權位，咁你先至可以有立足之處啫嘛。你明白？佢有咩？佢哋冇嘢爭噶，好慘噶。就算而家你嗰貪官污吏，佢哋都瞓唔著噶。
妻離子散走曬外國，唔可以團聚，帶咗兩個臭錢離開啫嘛。佢哋享受到正常嘅人民嘅生活咩？心驚膽跳噶，只要一個佢哋話個思想一擺歪咗，啊，我係做攞官噶啦，我盡量貪戀財富，霸位霸權，炒位炒官做，跟住咧就啲錢揾曬走曬去外邊，俾老婆仔女，自己又當係隨時出事嘅算數啦。佢當一個犯罪成本嘛，而家。嗯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係一個好畸形嘅社會嚟咁啊！而家內地。如果唔係佢哋都唔使日日話要打貪打腐啦，不停咁啊反貪反腐嘅，即係話你成個制度咧製造咁多貪官污吏出嚟噶嘛，係嘛？我哋冇貶低意喎，譬如喺我而家我講個世情，但冇話貶低佢哋 yes 台佬，因為佢個遊戲設計咧係嗯。但呢個冇所謂，佢最大禍乜嘢呢？係佢將人嗰個善良嘅本性咧係扼殺咗嘅，嗰個共產黨思想。我係最反感嘅，所以成我堅持咧，你打完天下咧就要抌低呢個馬列主義思想嘅，因為呢一代嘅人或者香港人咧，個個揾食，或者中國內地好多同胞都要揾食。就算佢黨員咧，佢研究學習過馬列思想咧，都係唔深入噶。佢就係學嗰啲手段、權謀，佢冇正式話去研究到嗰個馬列思想嘅長處短處喺邊度啊嘛。佢打天下真係可以用嘅。因為佢嗰種係強盜嘅文化嚟噶嘛，槍杆子出政權，將所有人嘅民間嘅財富收歸自己個黨下邊，咁咪快咯。所以當年佢蘇聯咧用呢套手法咧，係將個三四流嘅國家咧 upgrade 咗嘅蘇聯，你知唔知啊？所以你唔可以話佢冇用，即係話你好多人。出身不幸，走去做黑社會，做小頭目，跟住咧就做到個大啲頭目，跟住識咗啲販毒嘅人，跟住賣白粉，啊，走私漏税，開雞竇，放貴利，發咗達。咁所以見嗰啲人咧，佢又要叫啲仔女去外國留學，想佢知書識禮噶嘛，又叫啲仔女咧唔好入黑社會啊嘛，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有啲更加咧使啲錢咧，又即係做下慈善家啊，又買個太平紳士做啊，又剩噶嘛，係咪？所以佢嗰個馬列嘅思想嘅共產主義文化咧，係過渡時間嘅，佢係盜賊文化嚟嘅。你打天下咧可以，治天下就唔夠用。佢最大鑊邊度咧？佢嗰個毒素咧？是列寧寫低的，他不容納你一個善良的人的嘛。這樣的？是啊，你善良的人呢是他隱蔽的敵人來的。為什麼呢？就算你支持共產黨在當年在蘇聯，但我認為你知道他在個過程搞革命搞鬥爭的時候呢，你看到呢，因為你個人善良咧，你就會反感嘅。你反感咧，你日積月累咧，始終有一日咧，你都會反對共產黨嘅。所以你係隱蔽嘅敵人。哦。所以你見到香港好多嗰啲以前喺《文匯報》啊、《大公報》啊做記者好有名嗰李儀啊、程翔嗰啲，以前都係全部喺左派機構度做嘅，最愛國啦嗰班人，佢而家出嚟都反共噶嘛。佢善良嘅人。就俾佢哋啲民族主義啊！哇，中國唔掂啦，要靠共產黨解放嘅初期，佢有一套咁嘅理想俾你噶。但佢喺個鬥爭過程嗰陣時咧，
佢外有外鬥，內有內鬥，黨內有黨內鬥，個人性嗰方面咧，佢冇力去改造噶嘛。佢又靠嗰個威逼利誘啊、權力啊去吸引你噶嘛。即係嗱，你個個都唔掂嘅，你入咗黨咧，你就可以生存啦。你係原本俾人騎喺人民嘅頭上，你係人民，或者你係群眾，但你入咗黨咧，就你唔使俾人騎住啦。你俾人騎你嘅人咧少好多啦。嗯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咁你而家有上級領導騎住你啦，但你喺下邊一個小鎮嘅鎮長，一個鄉長好威噶，大佬喺國內，啱嗎？佢乜嘢都有噶嘛，即係一個土皇帝，一個小皇帝噶嘛。86万多条村落，中國即係有86万个村委書記，86万几個村長，村委書記有一扎親戚，村長有一扎親戚，嗯、你明唔明啊？有多大？他們那些就可以立足到生存到咯，做幹部對不對啊？所以他幾大都要入黨啊、入城啊、挨挨笨笨啊、埋堆啊。你現在是9000多万个黨員的嘛，一個黨員一個家庭，一個家庭都有兩公婆啦，有外父外母都四個啦，計埋兩公婆6个啦，未計仔女，未計嗰兄弟姊妹、姨媽姑姐、外父外母、老豆老母嘅親戚兄弟，差唔多你9000多万个黨員，一成嘅都成6-7亿人咯。個個都有關係㗎，爭在話你嘅關係咧係去到邊個層數邊級㗎咋？嗯，你喺國內咧，你冇關係咧，你寸步難行㗎。知唔知啊？即係成個制度咧都係咁樣嘅，跟住佢又冇信仰文化噶嘛。總之你咪跟大隊咯。啊，你睇睇你嗰個支部單位嘅書記，你嘅領導直接領導係想做咩，你咪聽佢做咯。你唔好去爭論嘅。你想升官發財嚇，咁你一定要擦鞋噶。啱啱我哋先睇一份資訊，今朝早就講個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，哇！嗰啲擦鞋肉酸到不得了，講到我哋習近平先生咧，好似係嗰個神龍教教主啊，金庸個小説下邊嗰個神龍教嘅教主，咁偉大英明神武啊，歌功頌德嘅。一陣我貼翻出嚟俾網友自己睇下咯。所以但你不可以說是錯，因為他生存在那個空間，即是我們去批判他呢也都是不公道，或者有可能我做的位置我拆給你拆得更漂亮，拆得更漂亮，你明白嗎？等於西藏而已，有些人拿了、達賴喇嘛或者班禪喇嘛的屎回家裡呢，要嚟炒餸當好香噶，當補噶。咁核突啊！係啊，你唔係講核突咩核突啊？但我哋屎都係要嚟入藥噶，人中王嘛。你唔可以用你嘅價值觀同埋你嘅思維去睇個世界噶。你睇毛澤東當年搞個紅衛兵，哇！真係瘋狂噶嘛，可以佢啲極端，佢個樣差唔多係黑社會同埋啲極端嘅宗教冚埋一齊噶嘛，呢檔嘢知唔知啊？佢極端嘅教條主義嚟噶嘛，所以你唔可以用你普通人嘅角度去睇佢個組織噶。即是你是在那個生前的，你不要再等印度那嘛。印度那些種姓階級又是仲撲街，即是說我站在這裡，如果他的人走過我影碰到我呢， 他都會被人斬斷對腳的，知不知道？我站在這裡，我的影有個身影在這裡，
佢行過踩到個影都斬斷佢對腳噶。你講都冇人信。嗯。嗰陣而家中國共產黨已經要文明咗噶啦，仲有個微信俾你撳下，仲可以俾你翻下牆睇到，已經係進步咗噶啦，進步咗好多。咁你仲有得話香港入去拍下電影啊？有得內內嘅，以前邊有電影睇㗎？一年咪最多有一兩部嗰啲蘇聯片啊、印度戲啊。最聞名嗰套《流落者之歌》咯，五十年代胡日東落命令，所有人都要睇咯。因為印度嗰套《流浪者之歌》咧，喺俄羅斯喺蘇聯攞獎噶嘛，1951年，好聞名嘛，講啲階級鬥爭嘅套電影。我一陣間我都介紹啲人睇翻套電影咯，好好睇嘅。又係睇完咧，你又會進步。但你問到話香港未來？香港未來咧冇得點嘅，亦都唔到你控制點。內在嘅因素，你就只能夠睇住共產黨個口號嚟做人。咪咧，你去諗話，你用你嘅世情嘅價值觀，或者你用香港以前嘅價值觀睇呢個社會咧，你永遠你都唔開心嘅，因為你改變唔到世界。咁你要留低香港生存嘅運作，咁你就唯有咧就掂埋心水，努力去學習技能揾食，或者望有機會咧出人頭地咧，啲仔女咧就去第二個地方做事。你唔適應呢個社會咧，就唯有走嘅啫。你但你仲要求神拜佛，佢唔好落閘，因為你連走嘅機會你都唔得噶。呢、這個就係世情嚟㗎，你知唔知啊？最近都收曬啦，啲護照唔俾人有護照啦，內地。深圳去廣州都唔得啊！而家料真係好貴，都係中國地方嚟嘅喎。唔準啦，要申請咯。喂，你做市長打電話我隔離市都唔得㗎。唔好話你普通老百姓冇權力嘅人啦，省長仲大鑊，省長打電話俾隔離省啊，都要申請噶，為咩事打？你哋係好唔明白共產黨世界嗰個管理咧，係烏蠅都飛唔過嘅。那個是由蘇聯的模式過來的你沒有在裡面生存過呢，你是不知道的。所以你香港人回歸了之後少少嘢，哇他怎樣都不行什麼都不行，你是很不開心呢，這些是妄居的。那當然你說要爭取去勝，但你爭取去爭取完，那就是爭取個國安法回來咯。爭取到乜嘢咧？所以話翻轉頭啦，我哋都真係要感激啊曾蔭權，佢一頂住咗，拖咗好耐。你見佢行出嚟，你諗翻個電視畫面啦，你哋待住先啦，個政改你記唔記得？因為佢知道中央政府叫做乜嘢，但佢已經係冇做到，做啲盡量做。但叫你啲香港人待住先，但後期啲劉慧卿嗰啲冚家產啲咁嘅民主政棍，係嘛？識死啊嘛！咁有幾百萬香港人咪俾佢害到，俾呢啲咁嘅民主政棍咪搞到咪收緊緊曬你咯！你唔可以叫共產黨話皇恩大赦啊，或者點樣放你馬？呢個係妄想嚟。他十幾億人，他穩定過天下，他們用了這些鐵桶的政策箍死了你。他沒有第二個方法，在現在因為他們的鬥爭的思想是很仆街的，只因為他黨內都鬥到仆街，何況當你啲
當你啲群眾邊度人嚟？大家都唔好搞錯喎，佢哋嗰個文化咧，個人民嗰兩個字咧，唔係老百姓，唔係你哋啲市民。啲人民咧，《人民日報》、《人民電台》、《人民乜》、《人民物》嗰啲係黨員嘅先可以叫人民。大家唔好搞錯，你哋嗰啲係群眾，絕對唔會考慮你嘅生死問題。佢個遊戲係咁嘅，佢又冇話你嗰、那個惡性啊、善惡之分啊，佢冇。佢唯一就係我要保持我呢個黨嘅權力，唔俾你影響，我要管治呢個天下。佢係既得嘅利益者，佢大小分赃噶嘛，成個國家。你入到去每個城市，所有嗰啲工程啊，所有嗰啲有利益嘅生意，全部啲姨媽姑姐做曬，咁你外人做唔到，知唔知啊？所以話咧，你問我香港前途，香港前途咧就係、是、中國嘅一個普通嘅城市，你係接受嘅，你唔接受嘅，你而家有機會，你咪要行開咯。好啦，係咪話真係完全往黑暗呢？又唔係，但係難嘅，因為佢唔同蘇聯。蘇聯佢可以抌低到共產主義唔用啊！喺佢哋嗰個1991年，佢蘇聯解體啊嘛，戈巴喬夫就唔再玩呢個共產主義啦。亦都係有列寧嘅影響，佢留低咗個蘇維埃嗰份合同嘅。是一拍板，不用簽名，不用成，就可以即刻解散曬，咁啊變咗成十幾個獨聯體國家分出嚟，退翻幾百萬平方公里嘅土地，咁而家變咗有好多啲咁嘅波羅的海國啊、立陶宛啊、達茲別克啊、烏茲別克啊、哈薩克嗰啲咁嘅國家咯。你烏克蘭嗰時都係蘇聯同埃嘅之一嚟噶嘛？但中國同佢哋蘇聯唔同噶嘛？你一解散啊，唔通共產黨點解散得啫？天下大亂咯！除非佢真係有個毛澤東出嚟，毛澤東係最早搞廣東獨立啊，搞台灣獨立噶，第一個支持台灣獨立嘅毛澤東。係咩？係啊！你大家上網睇翻啲資料啊，有幾載喺黨史度。毛澤東係首先咧就叫佢自己嘅鄉下湖南獨立，搞個湖南共和國噶。跟住咧就宣布咧話爭取中國25個省市獨立噶，全部毛澤東提出噶，台灣獨立最早，知唔知啊？所以而家你啲僆仔話咩搞咩港獨，港獨都嘥人氣。毛澤東最早提出噶，我插翻啲資料擺翻上俾大家睇啊。唔係好啱講白，呢個係個歷史嘅發展嚟嘅。因為共產黨咧，佢冇一個好宏觀嘅計劃咧，去治天下噶嘛，佢見步行步噶嘛。佢今時認為呢套嘢對有利嘅，佢咪用咯。我聽日反轉頭，我有權力有勝啦，我個時勢變咗啦，我咪推翻唔用咯。當年你未回歸嘅乜嘢都話簽咯，中英聯合聲明簽乜嘢都簽咯，簽咗之後到而家啦，咁佢咪話作廢咯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喺佢立場冇錯噶，佢人咪變正反話見報睇報咁。所以大家要明白他們那種共產思想的價值觀和思維，你任何時間你不要動搖到他的政權的穩定，是吧？很慘的， 你是生存的，但你生存好像現在你看林鄭，我們最近有些資料全部入去數啊，香港倒了一些東西，下面入了數，知不知道？
香港搞到今時今日個局面，而家全部入曬去數。佢民間打手出嚟寫衰佢、寫臭佢、冚唪唥佢，害到香港今時今日。嗯。真係咁嘅世界係好殘忍。你明唔明我意思啊？點解梁振英嘅冇咧？因為梁振英咧夠串，佢我哋收嘅小道消息，當年佢一落台，佢再想做唔俾佢做咧，佢就發爛渣。即係喂，屌你唔俾翻我位我做咧，我爆大鑊啦咁樣樣。梁振英咧夠僵，所以就屈咗個國就係政國家政協副主席嚟做，佢話明爆大鑊啊，知唔知啊？咁樣攞翻嚟做噶，佢個國家副主席整住，好啦，你為香港嘅未來想好，我哋而家睇唔到咯。喺目前嘅國際形勢，同埋你嗰、那個。幾方面的形勢環境都看不到的，你那個疫情何時結束大家未知，如果用距離，昨天我們習大書記又在湖北又在那裡發一封，一定要堅持那個清零，如果學西方世界這樣呢，就是對不住的人民的，这样想的嘛，他是要在個政治上要拗贏嘛，但他忘記了他烏蠅都清不完啦，看到的烏蠅都清不完啦，他們一將這些問題放在個政治上呢，你就很難拗，那麼唯有就鬥權力大的，那麼他講他大家利是，你望習近平早點死，突然間死了呢，有沒有一個另外好的世界呢，大家都不知道，但我個人的意見咧，如果佢唔擺低到馬列尼思想，邊撚個做都死中國，邊個上去做領導都冇用，因為個成個思想咧係同而家個世界價值觀咧融合唔到噶嘛，所有問題都係你自己啱曬。鬼環節曲嚟同人去談判噶嘛？你睇外交部就知嘅，一個塊鏡嚟嘅睇佢，全部有任何嘅嘢錯咧，都係人哋錯，自己冇錯。佢做錯咗嘢，唔單止係唔承認喎，佢話翻係你錯嗰度攞你命，明唔明我意思啊？你都記得啦，香卓基嗰陣時同我講幾危險啊！佢翻到北京，有個後生仔好好嘅，畢咗業咧冇嘢做。佢請佢，原本國家規定咧都唔知幾百蚊個月，佢俾夠八百蚊，多咗幾百蚊，就樣樣俾北京政府扣留佢啊，俾勞動局話我破壞佢哋中國嗰勞工嘅體制啊，點解俾咁多人工啊？你又冇報上嚟啊？請人知唔知啊？嗯，俾人大鑊，後屘識得人多先得到薪。即係你請個工人，你俾多錢都唔得嘅，你破壞佢個制度，你知唔知啊？佢啲法律好健全嘅，乜都有嘅，告你嗰陣時啊，全世界最健全嘅法律咧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噶啦。如果告你嗰陣時咧，就乜都有，有曬寫齊曬嘅。怎都告到你，給多些人工請個人都成，你都要申報，你沒有申報，還有你違反了他們那個社會的規定呢，是給多少薪水來的，他可以說你干擾他那個社會。好啊，如果你問到這個問題呢，是留下在香港的人問咯，咁啊，而家講一啲咁嘅常識俾大家咧，就要再心中有數。你就既然間知道係咁嘅劇情咧，你就接受，乜嘢都唔好理，
做好自己，繼續要努力，要學技能，要upgrade自己，一路改善生活，一路追求多啲藝術啊、靈性嘢咯，少搞講政治，乜都唔會差。除非你本身係嗰啲正式嘅建制派啊，一路有埋堆玩開嗰啲，又容易適應啲啦。佢哋大家柴娃娃咁啊，揈紅旗、揈成係咪好多節目噶。我哋啱啱睇到啲嘢貼出嚟，喺垃圾桶陣嗰度插一大堆啲五星旗噶，喺嗰啲咩平石村啊咁又插滿曬啲旗海啊。話歡迎啊，慶回歸啊，咁佢哋又好忙嘅。今日又有收咗份嘢貼出嚟啊，幾過癮，我唔知係咪真係有揚出啦。你一家四口上街去揈旗咧，唔使嗌口號揈旗都有4000多元喎。啊，好好賺啊！咁你唔係日日都揈啊嘛，一人揈一兩日，係咪啊？但未收唔抽到錢唔知啊，大佬！佢話你報咗名登記咧，就會直期，直期咧又真好找數。我啱有一個貼翻出嚟俾大家睇啊！大家你喺呢個世界咧，你係一個，你真係要得閒咧，學阿黃沾嗰首歌唱下《滄海一聲笑》。咁你改兩個字叫《香江一聲笑》。咁人生係開心啲。如果你用你嘅世界嘅價值啊，去睇呢個世界咧，你同自己有仇咯。因為你改變唔到個世界。係咪？咁而家幾好啊！嗱，咁啊，我哋今日好多自己識嘅朋友都走去酒店隔離啦，係咪？希望聞到我哋清靈幫主嗰陣味啦！我叫阿習先生起個名叫清靈幫主啊嘛，檸檬個靈啊，清靈幫主啊，有一個或者喺隔離等聞嗰陣除啦，係咪？聞到陣除或者企埋影到張相啊，掹到車邊啊，咁啊怪屋企啊，咁咪光宗耀祖咯。但你唔可以話係錯嘅。佢人生有幾多舞台啫？你要咁樣睇個世界係開心。咁佢中意去追逐嘅，咁你咪唔關你事啦，佢嘅事啫嘛。你自己可以唔做，但你唔可以話人哋做。所以我好多朋友都逼埋堆人就爭奔頭啦，爭呢啲入場。哇！我哋國家總書記主席嚟到香港，我話有份出席，好多嘢講啊，大佬係個江湖地位嚟噶嚇，你冇佢人啊嘛，啱唔啱？你記唔記得我哋以前九七回歸嗰一晚，你冇去啊，就係我去嘅，佢請，好似冇請我婆，有人俾30,000買張門票啊，揾我。30,000，即是说可以入到去回归当晚的节那个程式啊，即是在会展中心啊，还有王子他们在那个天马栏那里有个大型的活动啊，告别仪式啊，出30,000哦，拿个位。所以世间你很难说去批判人哋啲事我捞噶嘛，咁你咪接受咗香港系正式而家系嘅 B4 嘅民主社会。冇所謂，佢哋生存啫。咁亦都唔需要失望嘅，因為個世界係永遠都係唔係靜止噶嘛。咁有可能你俾咗你個機會，你有另外個世界嘅。咁
你香港打份工讀完書旺居居娶個黃山仔，你又未必係富貴。但你出咗海外，等以前我哋而家喺南洋好多富佬都係後生俾人賣豬仔去噶嘛，後屘發咗達咯，啱唔啱？所以人生咧唔好灰色，永遠都要保持嗰個衝勁，適者生存。但永遠你都要有個做人嘅守則，同埋唔好浪費自己嘅光陰呢個重要。唔好虛耗啲光陰，你未退休之前，你一不停都要增值。當然啦，如果你話你老豆有幾棟大廈收租，咁又另計啦。如果你冇幾棟大廈收租嘅，咪父母有餘蕩嘅，你一定要增值嘅呢個時候。因為你增值咧，唔一定用得到啊，但你好充實咯。一個世界日日而家咁高速發展，你會吸收好多新嘅知識，同埋你個精神上有好多寄託噶嘛，啱唔啱？咁所以你問到話香港前途咧，我哋聽其自然啦，因為那個人有人運，地有地運嘅，有嘅，我國都有，國家都有國家嘅運氣。而家無端端咁啱啱宣布話有人一號咧掛八號風球天，早啲掛咁咪早啲變化咯，突然間打陣風咁樣，我哋集資要取消嘅，咁你放成咬。今日嗰、那個咁確診又話超過2000啊嘛，啱新聞播啱啱啊？嗯。琴日好似1600啫嘛，嘭一聲過2000噶啦，係咪啊？咁仲可以好卡通嘅喎，突然間你今晚瞓醒覺話又有幾個官員中咗招隔離咁啊，仆街人啲做咩嗰場戲？有多少空笑噶？我哋睇個成國家國運都係人。國運都係人，咁你點估到話俾我某位布吉揾錢多過某位香港咧？啱唔啱？因為布吉我心水清嘛，睇市場，即係冇咁多電話，冇咁多成，冇咁多無謂嘢，所以人生有好多得失嘅。譬如話你年輕人，我個人意見，你有下一代有年輕人咧，你最離開香港咧，去第二度咧係應該嘅。因為你不適應國內那種文化思想的衝突，那個文明的衝突，你是不慣的，你一路不慣一路不開心，那你就有病咯，何必啫，啱唔啱？留低的你就全部接受，那個心態要轉變，即是接受。或者你以前在國內下來的人呢，你直情呢，你回到鄉下，回到你的故鄉度呢，就前途更加好。因為你人事關係，因為而家中國仲要起飛發展㗎。喂，中國有人將來真係會做一個世界大強國都唔頂嘅喎，物換星移嘅喎。嗯。突然間出一個偉人，啊，仲威過鄧小平嘅，揾到一個新中國再第三度起飛嘅出路咧，邊個話得埋啊？習近平得啫。咁習近平會死噶嘛？當佢做埋呢一屆你好唔好啊？做埋之後佢都會死噶嘛？咁你個國家一定有好多人才噶，有人才出到嚟，咁個國家咪重新上路咯。哇！如果有翻你而家你咪佢同俄羅斯打仗上嚟，不如打到撲街，全部冧曬爛曬，咁啊個個做乞衣，咁你中國冇事，冇參與嗰場戰爭，咁啊輪到中國威威食雞噶啦，又可以彈起噶。一你俄羅斯烏克蘭你點樣打成點啊？俄羅斯亦都話隨時準備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噶嘛。早幾日又講啦，嗱你啲北約咧喐到我嗰個克里米亞咧，我就打第三次世界大戰噶啦。咁你即係一打，哦中國冇參與，咁咪平兵白萬，日本美國咧慢慢散曬咯，歐洲。咁啊，變咗條中國真係富貴喎，所以人生好多變化，所以歸根結底，大家唔好消極，啊，永遠你都係靈活變化，
兩句說話啦，不變隨緣，隨緣不變。花言經啊，當年金庸咧研究呢兩句說話咧，研究到周身唔行，研究到請阿黃沾代佢寫啲小説，佢就研究花言經，始終都解唔到個謎啊！喺花言經度，阿金庸。只是不變隨緣隨緣不變的你都搞不住，你懂運用的厲害，即是任何時間任何空間是不影響到你，好像我們這樣有少少這些運氣，即是任何時間我都還可以賺到錢，還多過在香港，不用做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他那個佛學智慧呢是很厲害的，即是原來佛祖的個智慧，所以 你二千多年來到今時今日都這麼多人尊敬原來佛祖呢，他純粹講個智慧的嘛，他在任何的世界都看到空間和時間呢是哪裡有機會站哪個點啊，那裡來的 超越時空的科學來的嘛，佛祖呢你說你那些、知道過去未來那濕濕碎啦，我自己感受到的，感受到的，所以你的世情怎麼變化對我們沒什麼關係，但就是說 你們問過我告訴你，你只能夠真的隨機應變，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，有能力的那就是下一代、多些自由空間的，那你就去移民咯，好啊！如果你留在香港嘅，咁咪做好自己的本分咯。知道呢個政權咧有邊啲禁忌嘅地方咧，你就唔好鬥佢咯。嗯，冇咩益噶，啱啱先？你又唔係一做好事出嚟啊嘛？好，今日介紹大家睇一套電影，就叫PK 外傳，印度戲啊，又係。嗯。有好多人睇咗，或者好多人未睇嘅，大家真係值得要睇嘅，即係會令到你對嗰個宇宙嘅神究竟係點樣睇法，究竟有冇存在呢個神？呢套電影咁啊，希望大家睇睇完咧，寫影評啊，寄翻嚟俾我咧，有首飾翡翠送。嗯。是阿米坎做主角 PD 外傳，即是特別年輕人要看的，你看完呢你看個世界呢沒有迷惘，還有很好笑的，很好笑的，很好看的電影。好，今天是這樣先，多謝。